一脚，也有人在洗衫。尤其阮兄弟姊妹会当顺利来中班，今后每晚我要为你唱歌，唱到你忘记。妈妈，想起细汉，你的脚只片，就是我最温暖的面孔。如今我在他乡，时常想着你，历经岁月的条纹，匆匆的变化。妈妈，你敢有听到无？我伫咧为你唱一首歌。新起苗，后果是伊脚，阿母为人在洗衫。尤其阮兄弟姊妹会当顺利来中台，今后每晚我要为你唱歌，唱予你永听。久久啊，呐，当你一间故乡呢。我拢会看迄个庙后的古井啊，吼，迄个古井啊，脚，哦，啊，迄想阮阿母吼，啊，想迄个故乡的较早的迄个、迄个一寡吼，啊，囡仔时代的代志啊，包括啊，我伫迄个六岁时阵呢，阮的阿公啊，吼，我阿公啊，啊，算身体都无好啊，身体无好啊，就长期倒伫迄个眠床顶哦。啊，庄稼人咧，迄阵若要送伊到病院吼，一来开钱啊，二来吼路途刁远啊吼，啊，所以吼，阮阿公啊就讲，着要踮厝诶就好啊，要安怎安怎弄安尼，啊，变成阮阿母着哪洗衫吼，啊，着交代我吼，迄、那个入去入去，你看阿公即摆需要啥，我着去阮阿公诶房间，阿公啊，啊，你要食饭未？你要啉水无？你要啥货无？爱问问个啊！即马囡仔嘛，哦，着拼迄个拼来甲阮阿母讲，阮阿母着哪洗衫啦吼，哪迄落啊，会当交代着交代，啊若袂当伊着爱让手起来吼，啊着赶紧吼买迄猪肝啊、猪汤啊、煮个吼肠啊，啊清清安尼煮个猪肝汤啊，甲阮阿公吼顾身体。啊，老母真正疼囝，迄家己个大肝吼，那迄个。猪肝吼煮汤啊，先烹，唔是讲先烹我食，就先切一碗吼，或者囡仔食。啊，我村的嘛是要阮阿公食，啊，遐拄好，去予阮大哥看到。啊，阮阿公是阮大哥的阿爸咧，啊，我是阮阿母的囝咧。啊，囡仔拢嘛会使食，啊，阿母的手艺当然拢嘛一定好食。啊！都阮大哥看到了，哇！阮老母吼为着一碗吼，迄猪肝汤啊，好好食。哎呦，阮大哥呢，吼，念一个真正叫咩臭豆鸡啊，伊安尼生吼。我阁会记得呢，阮阿公呢，都伫咧眠床顶啊，唔知艰苦偌艰苦安尼啦。听到呢，因查某囝就是阮大哥啊，对吼，算讲骂阮阿母啊。啊！阮阿公吼，恁足听阮阿母，因为阮阿母真孝顺呐。
啊，替伊顾孙啊，这嘛无唔对啊。啊，查某囝咧看吼老爸吼身体无好啊，所以吼一个猪肝汤啦，要来吼滋养伊的身体啊。啊，你安尼呢，干那互恁囝食，唔知通啊朋友吼咧，迄、那个家己的大官就是因老爸食安尼先啊。所以骂阮老母呢，嘛是有理由啊。哦，啊，阮老母唔敢应啊，干那吼安尼目屎簌簌顶啊，啊我吼戆囡啊咧。一碗哦，猪肝汤啊，烹伫个遐，嘛对阮老母咧好啊。迄、那个，这个镜头哦，到落尾哦，我伊讲，我阿公哦，本来倒伫个门床顶哦，艰苦哦，为了安尼生哦，要疼伊个新妇啦吼，啊嘛要疼伊查某囝，要甲查某囝讲，阿姐哦，新妇都无唔对啊吼，啊伊。顾孙嘛是正确个，啊，我若讲安尼，有法度通去爬起来。本来拢当作讲伊病偌严重啊，啊，甲会爬起来会振动啊。我若讲吼，安尼了，啊，有那当然有食药啊啦，准好起来，你敢知？安尼你来看这吼、個，床脚个时段吼，看做下去就好吼，拢为着吼疼死死啊，有当时啊较艰苦啊，伊就扛起来啊，这真正足厉害吼。这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力量啦，亲情吼，伊伟大啊，只有这吼一种吼奇迹啊。我阿公就是安尼好起了吼，啊以后才有我呢，对我阿公吼安尼吼啊，行出行进吧吼，啊为我阿公遐吼有那学的小物件呢吼，比如讲拿迄落迄红粉丝啊吼，啊看向吼西边去吼，啊迄彩霞那安尼吼橄榄色的吼。啊，如果买啊个变做安尼吼，足红安尼，啊，我老公就会甲我讲啊，搁倒搁倒。当时在要做风胎啊，啊，迄阵咱囡仔人拢也听伊讲啊，哎、欸，伊咧看拢会准呢，看天气拢会准呢，足够呢，一世人做远呐，一世人做产呐，所以这亏拢总知啊，天气的变化伊嘛有了解啊，啊，这都是阿公啊，哎、啊，后来我会当吼，伫伊遐吼有那学袂少安尼吼。感谢阿公啦，来，即马做位听三日去的歌曲，或者尊头可爱。
你伫咧做位即个节目呢，收到大白东风蜜小姐阿美姐啊，加着小弟陈雷陈雷我，俺迄陈雷，又个有认真拍拼的少年家呢 ，Kevin 联合甲你服务的节目，咱呢提供的厂商。